恭喜曬你啊！多謝，我記得嗰陣我哋都有一齊做訪問。係啊，冇錯，都非常之開心啦！見到啦，今日有咁多嘅電影人咧對你嘅肯定啦。咁啱啱見到咧喺嗰個頒獎禮嗰個過程啦，你知道自己得獎嗰下咧個心情係咪好激動啊？我見到嗰個 microphone 都同你一齊好激動喎。係咯，係即係名留青史咗啦，咁就。因为嗰个激动是因为其实我知道我自己是有呢个女配角提名啦，但嗰个好感动就是你见到导演啊、编剧 Iris 啊、方伟 Jennifer、John 哥双双佢哋投资人 Benny 佢啦，都特登咁样为我去出席呢个颁奖典礼。咁嗰个激动就是啊，我好想慢慢咁样同佢哋逐个讲多谢，因为我觉得是佢哋每一个付出嘅努力先能够有我小玲呢个角色啦。有我呢個演出啦，所以我覺得呢個獎項係屬於佢哋，所以我而家係好掛住佢哋，好想快啲同佢哋見面咯。刚刚我们也问过啊 ，Rachel 啊，就是刚刚他在台上的时候，那个心情非常的激动，然后呢，他刚刚也就是那台上那个麦克风也陪着他一起很激动啊，然后可以请我们的翻译的同事可以帮我简单翻译一下刚刚 Rachel 的答案嘛，谢谢。啊，就如果用国语说的话，就是说他现在其实是很想回到他的演员们的同伴们的身边，因为他觉得这个奖项他的演出也是因为有那个戏的大家才成就他这个角色跟那个演出，所以他现在是很想念他们的。啊，咁另外咧都要问一问，其实咧今次喺白日之下呢个角色咧对你嚟讲咧系非常之有挑战性啦。其实你喺事前咧，即系有冇做咗好大量嘅一啲嘅资料搜集啊，或者可能同一啲相关嘅一啲人士可能接触啊咁样咧？咁就因为嗰陣係巧合疫情啦，就冇辦法见一啲院舍嘅朋友。咁但係就係因为呢个限制啦，就引发咗我启发我另外一个思考啦，就去研究一啲智力障碍人士嘅医疗报告啦，睇一啲纪录片去观察，然后再分析啦，咁去揣摩同埋想象佢哋嘅生活空间。所以白日之下呢个角色对我嚟讲最大嘅挑战同埋重量就係，其实我哋唔好忘记白日之下係一个改编自真人真事香港曾经发生过嘅一单新闻嘅案件。其实我们很希望透过这个电影的力量等大家去再直视，其实有时候我们在白日之下依然有黑暗的存在，希望大家会见到如果有时候有弱势社群会主动为他们伸出援手。所以你说我坦白说我拿这个奖我没有哇很开心，因为我知道自己这个角色是需要承载受害者的痛苦而得来的。所以我希望如果大家观众啊知道我有这个奖的，可以了解当年的事情，然后希望我哋香港唔会再有同类型嘅事件发生。呢个时候都想请我哋嘅普通话同事啦，帮我哋稍微翻译一下。不好意思啊，太强了。我有听到。OK 啊，佢哋好专业。好的。一开始就是说，首先就是这个电影是在疫情的时候拍的，那个时候就不能去探访院舍，所以要去看医疗报告，去看看其他病人的经历们。然后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记，在白日之下还是有黑暗的存在。然后就是就希望透过电影的力量去让更多人正视这一些医疗的问题，也希望我们的社会不要再发生这样子的悲惨的案件。咁啊，得咗奖项之后啦，呢一刻咧，你有冇话最想做啲咩啊？食啲乜嘢啊？庆功啊嘛！我啱啱就好想去洗手间就去咗啦，所以而家咧就好想见到白日之下嘅团队啦，同埋见到我屋企人啦，因为佢哋今日都有嚟，然后好好咁揽下我经理人啊，揽下。即系咁多咁锡我嘅人咯。吓，你估计阵间咧，你见到边一位你系最容易即刻喊出嚟嘅咧？预想一下，都还好嘅个女，我惊佢哋见到我忍唔住喊啫。即系我咁样头先咁样衰咁样喊出嚟啊！刘婷，你攞个奖都咁嘅，即系咁咯。不过我哋都期待你阵间咧喺后台嗰阵时真情流露啊！OK， 多谢。OK， 好，唔该晒，thank you， 多谢大家，多谢。请订阅我哋嘅 YouTube 频道，记得揿埋个钟仔啊！